回合顺利的干掉了。哎，这个算了，反正第二回合天道也会开奥义。这样子好了，等天道奥义完再开也可以。好不容易把初代干掉，我可不想再重来啊。天道没法打断。赶紧奥义啊，再不奥义我就要死翘翘了。哇，这个三代感觉要上来抓死人啊，有点恐怖啊。哎呀哎呀，地达罗在撑毁，这撑毁。好吧，你尽力了，你真的尽力了。我打得挺烂，不过我相信有人会做得比我更好。不要抓角度，不要抓角度！哎呀，完蛋完蛋完蛋！哎呀，完蛋了！这控制，哎，没有没有控制，完蛋完蛋完蛋！我还轮到整一堆二啊！好啦。好，第一回合都打初代，所以初代被干走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看能不能至少抓死走一只。希望不要有任何损伤，拜托。哎呀，本来想偷偷奥义，结果被打断了。也不一定会输啦，只是有点惨烈而已。
不是吧？你这样对我。蒂塔罗，蒂塔罗一个人，哎，可以，居然过了！天哪，我不敢相信啊！